camera. Long time, no. That depends on his camera. Yeah. What, our camera up there? Yeah. Look at that. Yeah. Uniform. Yeah. Uniform friends. 1, 2, 3. 3 friends. Yeah, look at you. Uniform side, look at you. I don't care what. You she like me, you want me to say it out loud? Yeah, she now, know. She now together you go here. No. I told you. No. Yes. Well, don't tell him again,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be here. I'm going to be you work. Look, you okay. Tell him I have work in the workshop. Yes. Okay. The temp? No. You are going to play around until you actually end up. You'll have one minute. Have 1 minute. Mm-hmm.各位朋友，下午好。由加拿大经典文化教育基金会大觉多伦多中心联合举办的太极拳讲座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看到线上有很多的新朋友。这次这个太极拳讲座是我们全操讲座的第二部分。我们前一部分呢，我们大概花了5次讲座的时间，有王英丽老师教授了大家八段锦。 那八段锦呢，主要是一个健身气功方面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邀请到这个在那个大多地区非常有名的杜云峰师傅来给我们教授太极拳啊。那个在那个开始之前呢，我先说一下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一个背景啊。这个项目呢是由那个加拿大红十字会 大力赞助的，在这个疫情很凶猛的这个期间，很感恩、很感谢那个加拿大红十字会，然后亲历的这个赞助，说这样子是我们大觉多伦多中心有这个机会，请到很有爱心的人士来帮助大家，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来强身健体，调节自己的身心，这样子的话就更加很积极的方式去对抗这个疫情啊。希望在线上的各位朋友能经常的练习，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不辜负这次的这个各方的这个资源和心意吧。大多伦多中心和其他的机构都是怀着同样的目标啊，就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在身心方面得到一个长足的一个改善和提高。 那首先来说呢，我们这个全操项目呢，我们加拿大经典文化基金会呢，仅仅提供这个平台，为供大家学习和交流。所以大家在练习的当中呢，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身体情况，然后的时间做一个掌握，千万不要有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一些那个练习吧。那个所有的锻炼呢，都是一个长期 的一个才有一个效果，所以呢，如果大家在交流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些无效或者是对身体有害的部分呢，大家尽量自己掌握，就是总体来说就一定要量力而行啊。好，那讲座呢就马上即将开始，为了保证那个讲座的一个顺利进行，请大家呢尽量静音，然后呢同时关闭自己的摄像头。 但是呢，接下来
我在讲座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也会留一些时间和大家互动，大家可以打开，那个时候可以打开话筒，也打开自己的摄像头，然后如果你有什么在练习当中需要那个杜师傅做那个指导的部分，也可以到时候可以指那个来这样操作啊。谢谢您的参与和配合。那刚才说到我们那个大觉多诺中心和经典文化教育基金会呢，近期一共举行了三个系列的讲座，那四季养生系列共六场，是一个传统中医的和饮食健康的讲座，讲座已经结束，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和那个 YouTube 的频道上都能看到录像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回到这个有时间的话都可以找到当时的录像，有很多朋友呢参加过这个活动的都收到了很大的益处啊。刚才提到的这个健身气功那个八段锦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同样这个录像也是在放在这个我们的官网上的啊。同时呢同时我们已经成立了全超兴趣班小组，那从下个星周六开始，每逢周六的1点钟到2点钟，在太极拳讲座的开始之前呢，那由我们的王一丽老师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练习这个八段锦和太极啊。如果您学到了想跟那个老师一块来练习的话呢，那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的啊。那从下周周六开始，记住了1点钟我们的这个兴趣班小组就开始了，兴趣班小组是不用报名的，只要加入了我们的全操的那个太极养生俱乐部的群呢，您就可以参加了啊。同时呢我们同步进行呢还有我们心灵健康讲座，一共是6场，这个是每逢周日的晚上7点半到9点之间，这一周的讲座呢也是非常精彩的啊。那我们一会儿就会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日讲座的一些信息。那个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个杜云峰师傅呢，他是幼年就开始习武，16岁就拜那个武林泰斗，就去求学，一身的武艺，他是那个八卦掌第五代的传人。同时呢杜师傅呢也很积极的参与这个社区的活动，帮助大家进行太极拳的一个练习和掌握，他在社会上承担了很多的职务，最重要的是他是经过了认证的一个国家级体育的指导员，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放心的跟随着杜师傅循序渐进的来掌握这个太极拳，达到那个强身健体的这个目的。那今天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那个内容呢？今天是太极拳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杜师傅呢会给我们讲一下太极，什么是太极，什么是太极拳，太极拳的来历，然后呢关键，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会给我们以一个总述的方式给我们介绍一下八法五步，然后接下来在后面的4次讲座里面，他就会给我们很细心的很详细的指导这八法五步，然后把太极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步法和拳法能够掌握住，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可以开始循序渐进的去学习接下来无论是陈氏还是杨氏的这个太极拳啊。好，那我顺便也提一下这个心灵讲座，就是周日我们要举办的这个心灵讲座，这次带来的这次讲座的这个请到的这位老师呢也是一个大咖啊，他是在那个音乐界很有名的，他是从台湾来的，但是他的事业版图是很跨了很多个国家啊，在台湾马来西亚都有很多的这个音乐项目在做，他呢会从音乐的角度给我们讲解怎么通过音乐来改善我们的人生啊。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扫现在显示的这个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讲座。好，那下面呢我就把时间呢这个宝贵的时间交回给这个现场，那杜师傅和他的三位弟子呢已经准备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开始练起来吧。好，有请杜师傅。我叫杜云峰，从小喜欢太极拳，
后来考上了专业的武术学校。在我毕业的时候，正要出成绩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了，全部的人都上台下乡。但是我练拳的劲头一直没停，在西安市武术协会，我担任了副主席的职务，指导群众练太极。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太极拳的八法五步。在旁边坐的都是我的学生，也就是说今天他是我的助教，帮助我来给大家讲太极拳，让他们做一些自我介绍。这一位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叫江小军。Hello， 大家好，我叫 Jenny。 Hey， 大家好，我叫 Scott。 谢谢。他们也跟着我练了很长时间的拳了，但是对着八法五步里边的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也希望进一步进行摸索和学习。咱首先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太极。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进行争论。太就是比大再大一点，就是很大很大，大到极点了。极就是顶点，很小很小。太极就是一大，大到无边，小小的最后的一点，就是阴阳了，就是阴阳出现了。所以太极拳的精髓就是阴阳。但是咱们说的太极拳和中国的太极文化又不一样。太极是一种文化，它包括的面很广很广。中国的很多都是从太极这上面发出来的。太极拳呢，一开始不叫太极拳，它刚开始发明的时候，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就是软绵绵的，所以叫做软拳。并且太极拳刚产生的时候，它总是要画圆，所以叫做圈拳，画圈。所以太极拳为什么要画圈呢？能化解对方进攻自己的力量。怎么化解？将来我在给你讲课的过程中会逐步逐步给你解释。但是大家知道，一开始先有太极拳，它不叫太极拳，它叫圈拳，叫软拳，慢拳，慢。后来在练的过程中，大家一越往深的挖掘，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太极的文化，于是和中国的太极文化越来越接近，越来越靠近，用中国的太极文化，也就是说用中国的阴阳理论融入到太极，越研究越发现太极很深的道理。为什么到太极的时候，到太极拳的时候，中国的武术就开始软绵绵了，就开始慢，就开始讲究不能再软了，要松，松不等于软，一开始是软，在练的过程中不能软，要松，松全是放松。所以这你们以后要练太极的呀，必须了解这些。中国的武术啊没有问题，在远古时代，就是在内地原始中，人们还是在斗争斗争，是和野兽做斗争。这时候中国的武术就萌芽了。后来在发展的过程中，比如说战国的到最后七个国家在打，
齐楚燕和赵维杰。这时候就有研究武功，封建社会的各个诸侯国都竞相研究武功，谁要研究出来一个厉害的武功啊，对别的国家是保命的。所以武功是中国的机密，这一点是很古老的时候，现在不是。任何一个机密啊，过了一定的时间就不是机密了，就好像现在的原子弹一样。这个国家研究出来的原子弹绝对不给他地主举手国说，绝对不会给他说这是国家的机密。中国的武功在秦朝的时候，秦朝为什么能统一中国？除了它政治、文化、经济的原因以外，武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中国的武术在战场上就是和对方去作战用，没有一点问题。但是，火兵器的出现，武功就从战场上的主要地位退为次要地位，在战场上就不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你和对方去打仗，你拿个刀还没冲到跟前，对方的枪响了，吃亏最大的中国啊，中国吃亏最大的八国联军，300,000人打不过，打不过八国联军的2000人，300,000人打不过了，就是因为人家有枪。中国的八国联军都是拿着刺刀呀，拿着枪，冷兵器也就叫做冷。所以从热兵器、火兵器出现以后，中国的武功就退回来。这时候太极拳应运而生。你查一下这个太极拳的历史啊，它诞生的年代是最短的，大约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或者再往前头再走出来一点。所以中国的武术啊，集大成者研究最好的是戚继光，大家都知道戚继光吧？戚继光是中国的武术的集大成者，他做了很多研究。太极拳就是研究了戚继光的这些东西，引用了他的好多东西，创编了乒乓球，创编了太极拳。后来他一开始叫软拳、圈拳、慢拳，后来慢慢叫太极拳，这时候就开始丰富起来了。咱们以后再说。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要讲八法武功，教这个八法武功。什么叫做八法五步？在太极拳里头有很多书啊，书上都写了太极13式。太极13式，13就分了一个八，一个五，就是八法五步的合称，叫做13式。其中这个八法呀，就是指的是太极拳的手法，五步呢，就指的是脚底下走的五步，但是不是五走，手法不是胡来，手法它要打四正四斜，它写出来叫做四正四欲。欲就是墙角的意思，斜的意思，正就是正面，所以它要打八个方向，八个方向，这是一种。第二种啊，它用八个力量、八种劲儿，代表了太极拳所有手上用的劲儿，分别是彭、吕、挤、按、裁、连、肘、靠。彭、吕、挤、按、裁、连、肘、靠。横捋挤按代表了四正，裁连肘靠代表了四欲，也就是四个斜的八个方向，所以它叫八法。五步就是太极拳的步子，前进、后退、左边、右边、中间，
但是他有个说法是前进后退左顾右盼中定，这个八法五步呀，在中国的方位学里头啊，就是在中国的风水学里头学易经，太极的易经，太极的理论基础是易经。易经不光是来指导太极，也同时知道易经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范畴，它也指风水啊，研究风水的人也要研究易经，他也要研究五个方位，前朱雀后玄武，对不对？他要研究五个方位，所以咱们八法五步充满了里边哲学的道理、易经的道理、太极拳的道理。但是咱们今天教学不讲那么复杂，只讲八个方法、五个方位怎么走。所以呢，今天呢，你们先要了解一下捧，什么叫捧。在我长期啊指导太极拳的，就是老年人打太极拳的过程中，发现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比如说捧，过头了，你这怎么能把对方捧住呀？捧只能到这儿，这儿呢是弯曲的。只能到这儿，你来向我进攻，我先把你捧住，先捧住你，不让你进攻，先把你挡，所以只能这样捧。捋呢就不一样了，捋是必须两个手配合，这是最好的方法。一个手抓住对方的手，要朝回拉，这个手要向下压，要把他对方捋回来，他不回来怎么办呢？我这个手就要转了，把他的肘尖转到上面来，这个手就向下压，这个手向回拉，这个手向下压，他不回来也得回来，就由不得他了。所以大家很能看出来，疼是一个劲儿啊，这是一个劲儿，捋这是一个劲儿，但是也有这样捋的，就是说，我不想，我或者是不合适，把对方打得太厉害，我把你捋回来，捋走就对了。所以也可以两个手，一个手捋，只要是斜的，那都叫做捋。只要是这样捧的都叫做捧，可以上前捧，上捧往上的捧，啊，这都叫做捧。捋呢，只要是对方，我把对方这样捋回来，这叫捋。然后再说起，起呢，大家知道啊，一般来说起要先进去一点，先起开一个门缝，然后再用力。大家知道，我举一个例子啊。在这个农村有一个墙要倒了，农村人怎么办呢？先把这个墙用一块木板把它给垫着，然后在这个木板上再支一个斜的木头把它顶着，但是很关键的一点，还要把它扶起来，只要挤进去就在木头的下面啊，再砸一个，就是蝎子给它砸进去，这样就能把墙给它，这叫做急了，这就叫做急了。所以咱们呢，先要定这个木板，然后切住，重心在后边啊，挤手就挤，切住，挤重心由后边往前头挤，这叫挤进去。先进去一点，再往，就像钉子，钉子的尖是尖的，先钉进去，然后砸，挤劲儿，咱就开始挤了。所以这个挤啊，在太极拳运用啊，太极拳里头长期的运用过程中，哎，人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挤的时候用这个劳宫，对这个用这个手的劳宫对住这个手的内关，对身体啊，这都是穴位，人们。这个
人体的穴位，哎，对身体又好。所以啊，知道先贴住，然后用劳宫贴住内关，挤进去了。所以一看啊，重心在后边，贴挤，对吧？然后按，按就是把对方的手按到中间，按下来，两个手。然后看踩脸肘靠，踩的时候啊，我原来在学校学的是中文，研究的是文字，知道这个踩的意思，一看就知道。这个踩这上面啊，上面这一点一撇，原来象形字，它是手的意思，手在抓，这三个是果子，是果苹果。下面是木，是个树，树上的果子手去抓，是不是踩？所以踩离不开抓，踩离不开抓。现在呢，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写这个字的？我告诉你，这个代替手旁和不代替手旁是通假字，两个字一样，用哪个都行。在中国造字的过程中有六种方法，这是其中的一种，就是通假字，叫做通假字。用哪个都行，哪个都正确。所以啊，这个踩大家知道离不开抓。然后理，凡是横劲儿，这叫做理，大家打的野马分鬃，这叫做理，这也叫做理，只要是打横劲儿都叫做理。肘，肘就很明显了，是师兄肘来的。中国武术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远拳近肘贴身靠，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离对方远的时候我能用拳打，离近的时候我拳就用不上力量，我只能用肘，肘打有顶有砸，肘，这是肘。靠的是肩膀，正靠，用正面靠，背后靠，向里面靠，这叫做正靠，外靠，里靠。一般靠是用肩膀，但是还有一个部位，人体还有一个部位可以靠，髋关节，正靠，向里面，里靠，外面，外靠。咱们今天打的八法武功，这个八法这个靠啊，咱们主要是讲的用肩来靠，髋关节来靠。练泰拳的过程中有很多用髋关节来靠的动作，那是以后咱们如果碰到了，咱们再讲。今天咱们讲八法武功，只讲用肩靠。所以这就是蓬离挤按，记住这八个字啊，经常要用的。蓬离挤按柴离肘靠，这是八法。然后五步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前进，往前头走，往后面走，往左边走，往右边走，最后回到中间，这是方位啊。所以就是前进后退，左顾右盼，中定，合起来叫做八法五步。但是今天咱们讲的八法五步呢，是中国武术协会最近颁布的比较新的一种套路。中国武术的套路现在被很多运动项目来学，比如说跆拳道、摔跤，中国跤、摔跤。摔跤和跆拳道据我知道原来就是一个动作和一个动作，不连接。后来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学习了中国武术套路的好处，就把八种方法给你连起来，这叫做套路。大家锻炼身体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啊，咱们今天学的就是中国武术才新颁布的八法五步，这是最新的一个套路，比较合适，五个课时可以讲完，长短比较合适。今天你们跟着我先打上一遍，把整个八法五步呀先打上一遍，
先打咱们原来啊，就是因为这个八法五步啊，有一个区别，很大的一个区别。来，我先写两个字啊，大家看一下哪个对啊。用红的吧，那好，可以。你们三个看一下，这是启示，很多人写的太极拳书上写的不一样，两种都有。我现在问你们，两种区别在哪？第一个这个是，一个是你看中国文字是有象形的嘛，啊，会意的，直上面是直，下面是立，那么就是说有一种立的一种直持在这边，就是说要打起来这个势是有一种带着一种力量的，我觉得下边这个势呢，我觉得就好像是一种形式啊这方面的，只是有一个架子，有个样子，它没有这种力量的感觉，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你们两个感觉呢？我觉得，因为后面的起势，这个势好像是比一个动作而已。好，如果这上面啊，大家还不太理解，那么我再写一个两个字，大家都很理解了。形式。两个一样不一样的，很明显不一样，对，对吧？对，这个呢就是一种样子形式，是一种形式，这呢就不一样了。目前的运动的方向，力量的运动，有一种力量，有一种方向在里头，对不对？这两个字不一样了吧？所以呢，咱们现在呢打呢也是这样，所以有一种力量在里头。你们先跟我打上一下，今天讲的内容啊，今天讲的内容只讲几个动作，以后的内容以后再讲，咱们今天就把这前面的内容打上两遍。师傅，那应该是，比如说是24式太极拳，正确的那个写法应该是这个，下边还是上面？这个，上面的。啊。24式太极拳的指的是有种24个姿势，24种动作。不能写这个。这个仅限有力量的一种叫做姿势。OK， 明白。对吧？你们先起来跟我打上一个，用先打这个国家颁布的，就是这个式的。让大家做个，你们也做个对比，两个区别在哪？是不是一种有力量，一种没有力量？我们大家是不是需要稍微热热身呢？对，热热身。大家先热身，热身一下身，就是教大家看一下，对，教大家，然后再活动一下腿，咱们现在开始，因为时间的问题，咱们就开始打。但是一开始啊，把这个太极拳呢打的时候，动作不要太大，也等于是热身了。
释又提示双暗示，左阐释右蔑视右肘视，然后咱们要开始打五步了，前进，第一个动作就是前进，前进，疼，手上的动作是左右，捋，
开始打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后来到了解放后第一次出现这个动作，两腿站立，两脚顶起来，出现阴阳，先出现阴阳，右腿向下蹲，左腿向上提，一手向下， 一腿向下，一腿向上，向下的为阴，向上的为阳，一腿弯曲向上，一腿向上提，然后再打开，同时两个手渐渐的掌心移到后面来，这时候就是一幅太极图。人站好的时候啊，要求头顶百会，肩往下沉，舌尖顶着上颚，两手贴着裤缝向下坠，脑子里头想着自己的丹田之气，丹田之气这时候就出现了一种原始状态的呼吸。什么叫做原始状态的呼吸啊？咱们人原来很早的时候，原始的时候，甚至比原始还以前，是爬行动物的时候，呼吸是那个时候的呼吸。现在咱们人站起来了，呼吸就变为胸部呼吸了。原始状态是腹部呼吸，所以它也叫腹式呼吸，也叫逆式呼吸。如果大家有兴趣啊，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试验一下，你躺在床上呼吸是小肚子呼吸的。所以在这时候站起来，气沉丹田，这里叫做气沉丹田。吸气的时候小肚子要鼓出来，呼气的时候小肚子要回去。这时候一开始站在这儿，原始状态，一切都是原始状态，呼吸也是，这叫无极状态。无极状态，无极开始升太极了啊！升太极第一件事情就出现阴阳，阴阳就是两个腿也出现阴阳，两个手也出现阴阳，腿出现阴阳是一个腿向下越来越实，一个腿向上提弯曲越来越虚，越来越虚，越来越虚。当你完全提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一个腿是，这个腿是虚的，这个腿是实的，阴阳它就出现。咱们刚才说了太极啊，就是阴阳，两手呢也就转到后面来了，太极图出现了。两个腿微微弯曲一点，两眼仍然平视前方，这时候是预备式。这个动作一开始太极拳是没有，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二十四式太极拳里面。所以大家很站好了，预备，起势的时候，我刚才说了一开始太极拳也是没有的啊，就从二十四式太极拳开始，两手向上往上提，对，肘往下坠，肩往下沉，这时候两个腿也慢慢站起来，站好了，和肩同高或者略比肩高的时候，身体要慢慢降下来，肩也要降下来，肘要坠下来，手相随。哎，这个就是起势，再来一遍啊！就这样，能不能我们再来吧？师傅，我来，师傅冲着先。不是，我先，对不起，我先。师傅，您冲着先生。嗯。师傅，预备。啊，对，预备坐。两个手，两个掌心在后面，对。我微微弯曲一点，起势，好，停。太极拳是大家知道的啊，是阴阳处处表现的阴阳，也就是有阴必须有阳，只要是有阴必须有阳，就好像这个是哲学的道理，
中国叫做阴阳，西方哲学呢叫做矛盾。矛盾有矛必须有盾，咱们打太极也是有太必须有极，有下必须有上，有左必须有右，有前必须有后。那么咱们两个打开的时候全身都往上走，肩往下沉，全身都往上走，肩往下沉，松肩。这就要求大家手起来的时候啊，再来再来，起，对，肩往下沉，好，起来以后肩继续往下沉，手继续往下坠，手相随。我现在问你，江小军，我现在问你，刚才我说了有上必有下，在两个手咱们全身往上的时候，我的气往下沉，我的肩往下沉，现在咱们又全身往下，哪往上？ OK， 很好很好，全身都往下走，头往上顶，百会往上顶，顶百会，它整体是往下，但是百会这个穴位是一直往上顶，有下必有上，这是起势。好，再来一遍啊，正。做预备式以前啊，音乐响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检查自己的动作，头顶百会，眼睛平视前方，舌尖顶着上颚，肩往下沉，两手往下坠，这叫。然后音乐第一声一起来，先做预备式，先做预备式啊。预备式的时候是两个腿，第一个动作是两个腿，一个弯曲向下，一个弯曲向上，两个手向掌心转到后边来，打开，这叫预备式。起势，然后第一个动作是捧，往上捧，右手，所有中国的武术，中国的太极拳都是先做右边的动作，右边往左边打。为什么？江小军，我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所有中国的武术都是从右边往左边打？这里边牵扯到一个中国文化，我知道中国书法要写什么作品的话都是从右往左写，从右往左写，中国的书也是从右往左看。中国记住啊，中国文化上上从上，从上左边。过去中国有两个丞相，皇帝旁边有两个丞相，一个左丞相，一个右丞相。大家一听左丞相，第一；右丞相，第二。所以以后你们记住啊，给老人照相，你们一定要站到老人的左边，右边，不要站到左边。左边给老人留着这个位置，给老人他是上左。所以啊，中国太极拳也是人往上走，从右边往左边来。第一个动作就是捧，打开以后捧，抱球，然后右捧，左手啊，又是一个捧，前捧，前捧了以后往上捧，咧出去。要开始捋了啊，捋向左捋，向右捋，切入，向左挤，右手，捋的时候又有一个向上横，向下捋啊，向下捋。向前挤，疼，
周吕己啊，刷了掌，同样的动作，这是彭吕己案，咱们再打踩点肘靠，彭吕己案以后踩就是抓啊，向左边抓住对方，然后把他捋踩回来，踩抓住以后把他拉回来叫做踩，打横劲叫做捋捋，这个手抓住这个手的意思就是打的时候力量比较集中，不使他左右五摆，肘用肘打，靠，同样的动作，左右方向相反，再打一遍，在左边棚抱球，又往右边棚，右棚式，上棚，捋，捋向左捋，捋回来。切着挤十字手向上棚向下捋向前挤向上按，然后踩捋肘靠棚捋挤按，踩往这边往右边，刚才打的是这边，现在要打这边右边，抓住向回踩，抓就是踩啊，打横劲就是捋捋了，然后这个把这个手控制住，用肘打，肘靠是用肩肩肩以下，这个靠，咱们今天就把这就教动作就教到这里，好吧？跟着我再打一遍。放首音乐吧。所以呢，大家看啊，这个
们一定要左右都有同样的动作，左边打一遍，右边打一遍，对吧？但是呢，和我刚才讲到的又有点不太一样。我想现在再给你们提个问题，刚才江小军说这个是，这两个是，咱们谈到这两个是，这两个是的问题，江小军说这个是带着有力量，对吧？把这个是去掉了，咱们打的是八法五步，左棚式右棚式，那必须要带力量，必须要带力量。但是呢，咱们刚才打的时候很明显的，我感觉力量不够，也就是说在练武功的时候，在冷兵器时代练武功的时候，是这个技术啊，是在后面，前面是什么呢？一打二立三四度，四是机会，五技术。这个胆呀，在过去在战场上啊，要面对敌人拼杀，比如说关羽就是关公是很厉害的吧，那拿大刀劈一个劈两个都挡在他马架，眼不变色心不跳照样劈，需要的就是胆量。现在冷兵器了，火兵器出现了，咱们练武的人有几个也蛮有关公那样的胆量，所以这是一种很厉害的，第一个就是有胆，第二个必须有力量。所以刚才我感觉到这个八法武功没有力量，武功为魂，这是灵魂，没有力量不行，武功没有力量是不成为功的武功。第二个观赏为门，第三个养生为本。所以呀，他做的这个腰和腿做的力量不够，大家跟着我再练一种，一定要带上力量。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动作，咱要加大力度，加大力度。再来啊，跟着我一块儿啊，这样对住镜头，这样可以对住镜头。不要音乐，说一句。有人提出来，网上有朋友说他希望看到背面的示范。下一场。网上有人说希望看到背面的示范，刚才我们是正面的，背面的示范，背面的。那就放上音乐，我们打算念背面的吧。那声还是放上？不是，向后转，对。你还站前面？对，你站前，你还是站？你站前面。咱们两个。对，音乐，我们往前
背面。师傅刚才打的是动作比较小的那种，是吧？对，比较没力气。这个很明显力量是不够的。那么呢，怎么样能才能把力量打进去呢？动作稍微大一点，啊，比如说疼的时候啊，他光有手上的动作，没有脚上的动作。实际上疼，整个太极拳是应该是整体的力量，某一个地方的力量是不够的。你这个疼若脚下没有力量是不行的，脚下蹲了一个马步这样来疼，很明显力量不够。那如果要加上脚变成弓步，弓步大家看啊，咱们的弓步是一个很明显的三角形，三角形在力学里头是力量最好的一种三角形，所以做疼的时候啊，最好是三角形，脚下是弓步，前面是疼。捋的时候就要把对方整个拉回来，变为重心到后边了，然后再切住，从后边往前头挤，挤出去又变成弓步了，挤，十字手，双按掌再变成，哎，变成这个马步，然后在左边踩。往右边拉，里刚才咱说了啊，横劲就是里啊，里里过来以后，注意了，这个靠要靠上力量，用肘打要打啊，从这儿到这儿，机会来了，打，靠也是在找机会，找到机会了，靠，打上力量，很明显这个力量大了。所以我在下面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啊，说大家打太极拳都是为了锻炼身体，武功为魂，观赏为门，养生为本，养生是它的根本。所以这个太极拳呢，据我知道最少有5年了吧，我不知道大家在网上看到了没有，一个叫张晓东吧，是叫好像叫张晓东，打那个雷雷。5年以来，所有的太极拳所谓的大师们，没有一个战胜了张晓东。为什么？最近的马保国，什么什么才，一个一个被败下阵来，已经5年了，没有一个太极拳。为什么？因为一胆二力三速度四是机会。这些太极拳都没有，没有胆量，没有力量，所以他这个劲儿呢，和这真正的短兵器，就是冷兵器的时代的比，所以咱们练太极拳的也要练上这个，练上这个力量。大家再跟我学上一种，打的时候动作稍微大一点，和刚才动作一样，来响音乐。哎，没有，重头。猫步，横，捋，挤，按，踩，捋。
肘靠手回来的时候，这脚也回来，猫不出去，猫不出去，捋，挤，按，踩，捋。出脚不要高，不要高，不要高啊！高，探脚，啊，尽量往外头探啊。然后量掌，这个动作叫做量掌，尽量翘，尽量翘，落脚松胯腰，最后重心到末梢，这叫猫步。就这叫，所以大家一会儿在做的时候，严格按照这个来，跟着我再来一遍啊。不要音乐，光练猫步，光练猫步啊！来，立正，
启示。这时候第一个动作是捧，好，别动啊，捧完以后要手脚都要回来，太极拳特别讲究一动，就是全身有一个地方动，百合就是全身都要动，全身无有不动，这是太极拳书上写的。所以啊，当这个手捧起来的时候，这个脚要回来，准备出猫步。哎，对，捧疼不要打到前面去，咱们刚才讲了不是在前面，在这儿。然后里捋切住挤十字手双按掌踩脸肘靠，这是八法，捧捋脊踩脸肘靠。然后再打这边的第一个仍然是捧猫步，这个手往上也叫做捧，这个手右手往前也叫做捧，上捧往上也叫做捧，捋挤双按掌踩，踩就是抓啊，抓住踩裂，打横劲都叫做裂，肘在今天的讲课就讲这么多内容，大家跟着我不停地打，我们背对着大家打啊。事后一会儿问题时间。啊，体育感觉这不是先打背再打，那背少打两个。到前面去吧。向背面打一下。你们两个到前面，我们两个到。事后可以好。
能不能够就是说现在就是既然在家练呢，你可能看不到他们，也不可能当众去纠正大家的一些动作，就是说大家自己在家练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防止自己啊受伤啊，或者膝盖啊扭到啊什么的。是应该应该的。第一个需要大家知道的啊，最好每天早上最好选择自己比较安静的一个时间。心太极拳最讲究心要静，气要沉，所以最好选择一个很好的时间。第二个，在练拳以前最好做一些热身活动，热身活动很多，比如说做一些几个广播体操呀，揉揉腿呀，揉揉手呀，下蹲一下呀，身上觉得微微有点发热就可以做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练到自己身体比较感觉到舒适，汗也出来了，我身体微微的感觉有点累，有人可能练半个小时，有人可能练一个小时，因人而异。但是千万不要，我为了练功夫，我练得很多很多，伤了自己的身体。任何事情，就是从哲学的道理上讲，世界上任何一个事情都不能超过度，有一个度的问题，包括真理，绝对的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论，这是列宁说的。天下雨很好，春雨，春雨贵似油嘛，但是下的太多了，成了灾害。所以任何事情，所以练拳也是，感觉到自己练得比较好，比较合适。再下来一个就是动作呀，稍微不要太大，慢慢，尽量慢，不会伤到自己的身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说练太极拳练到两个月，一个月两个月到三个月吧，就是一个月到三个月左右，练到这个时候啊，膝盖会出现一点疼痛。没关系，出现疼痛是必然的，这时候就注意一点，自己做动作慢一点，再小一点，动作幅度小一点，调整一下，过上一段时间，膝盖就会慢慢的疼了。你练拳的过程也就出现过膝盖疼，对，初练拳时间不长，它就会都会出现一些这样膝盖的疼。看线下的同志，那线上的朋友现在可以开放，咱们可以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对，现在可以开放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了。如果愿意有问题提出了，就可以把那个摄像头或者音频打开，好，就可以问问题了。刚才有一个朋友问，就是说杜师傅您教的这个是哪派哪式啊？他问有一个朋友问您教的这个是属于哪一派的？线下有个朋友问啊，说我教的这个属于什么派的？看来这个朋友懂得泰拳，至少知道太极拳的流派。太极拳是这样的啊，一开始出现的是陈氏太极拳的陈王庭，第一个先发明了这个太极拳，以后当时不叫太极拳，叫圈拳、软拳、慢拳。后来过了若干年以后，和太极文化感觉到太极里面有很多，然后就改名，就慢慢逐渐大家叫为太极拳。除了太极拳以外，有个叫杨露禅的，学了太极拳到北京去发展，打的不一样，他就叫为杨氏太极拳。这就两个流派了吧，陈氏、杨氏啊。后来杨露禅又教了几个徒弟，其中有一个叫武湘宇的，姓武，又出现了叫武氏太极拳。然后他还教了个徒弟叫孙禄堂，孙禄堂是练形意出身的，就把形意拳的根部对应到太极拳里面，所以他就又创建了一个叫孙氏太极拳。还有一个叫吴，姓吴的，他也跟着学了以后，他的叫吴氏太极拳。所以在国家武
术协会，就是咱们现在中国武术协会注册的太极拳，就这五种，文、杨、武、孙、吴，就这五种。但是到解放以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太极拳，叫国家规定套路，和杨氏太在杨氏传承的啊杨氏太极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两个有个很明显的区别，传统的杨氏太极拳讲究的，它要转体，讲究的实腿，就是说重心在哪个腿，哪个腿转体，叫实腿转体。传统杨氏太极拳必须这样，到了国家规定套路了，觉得这样做呀，对这个关节可能不是太好，所以他就讲究虚腿。这样说吧，比如说女同志爱收拾家里头，把柜子今天从甲房间移到乙房间，大柜子哎重新摆一下挺好看。第一件事情，把所有的抽屉或者柜子里面的东西都搬出来放在外面，然后把柜子搬过去。这个男同志过来，不用不用不用，我的劲儿大，我可以给你搬过去，对吧？重力我给你搬过去，是我承认你能搬过去，但是那个柜子的卯呀都松了。所以咱们重心在这儿，这样过来的对关节不是太好。所以国家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改了，改到哪儿了？重心必须移回来，然后再转体，这个转体叫做虚腿转体。所以大家记住啊，国家规定套路和传统的杨氏太极拳的区别，传统的杨氏拳讲究实腿转体，国家规定套路讲究虚腿转体，这是一点区别。所以咱们现在打的885步是国家规定套路，一定要虚腿转体，就这一点区别。所以咱我们打的流派啊，等于是杨氏太极拳的国家规定套路。好，谢谢那个杜师傅的一个很详细的讲解，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线上的朋友还有什么问题吗？在学习的过程中，刚才有没有什么还不清楚的？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有朋友就是在这个建议能够再打一次正面示范的。再来一次背后正面的示范哈。好，再来一次。要不要音乐？要是音乐吧。打拳的时候心里边想什么，就意念是不是
是学员要想的这个动作呢，还是说要什么都不想呢？但是我现在不是练的不是很熟，可能还在想动作应该怎么做。是这样的，剑海军提这个问题很重要。剑海军提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整个太极拳里头有一个讲究六合，合作的合。六合是分别是内三合、外三合。外三合指的是肩与胯合，肘与膝盖合，手与脚合。这没有分歧，都是这样说啊。所有的流派，不管是谁练太极拳，都是这样说。所有的书上也是这样写，这没有问题。问题是合起来比较复杂，比如说这个合了，肘一直对着膝盖尖。到这儿合了，这个肘要对着这个膝盖尖，哪儿合，什么时候合，咋样合，这个比较重要，咱不详细说。反正大家记住，外三合是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脚合，这是外三合。问题是出现在内三合里面，你刚才讲的属于内三合的范畴。内三合分别是意念、气。力，也就是劲儿就是力，这三个合，现在分歧出来了。有的人说，劲儿与力合，意与神合，或者说意与心合。有的人说，行。就是这个劲儿与形合等等等等的说法很多，其中我比较相信的有两种，我比较信奉的啊，就是说法很多，我比较信奉的是气与形合。当你练的时候，咱们知道太极拳练的就是咱们用咱们的呼吸导引出了咱们身体内部的气，在锻炼咱们的身体。这叫气与形合，怎么呼吸，怎么你不用管它，光是做丹田呼吸就对了。形在指挥着气，气顺其自然，这叫气与形合。然后有一个力与形合，就是眼与形合，眼睛一直跟着形，形要放，眼睛就看着很放松；形要用劲儿，眼睛就看着很，他有神，练出来时间长了，眼睛。很有神，这叫精气神。你刚才提的问题就出来了，意与形合，气与形合，言与形合，都和形自己的动作在合。所以脑子想什么啊，打什么想什么，我要理，我要肘要靠了啊，要肘了啊，脑子里头想找机会蹲下。脑子真用力，啪！要用力，脑子一直在想，不敢想别的，就是意念啊，一直在和行的，这属于内三合的范畴。所以啊，大家，我总结一下啊，太极拳一定有六合，其中外三合、内三合，外三合没有争论，内三合说法很多，但是咱们一定要做到这么一种，所有的意、气。和眼都与形在合，形是关键，所以脑子里头啊想什么打什么，就是打什么不想什么，这叫意念，清楚吗？这还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提。看看线上还有朋友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的讲座就要结束了。有朋友在问说，是不是可以？哦，有一个朋友问到，有一个朋友就说呼吸怎么应该把握？呼吸有的书上写的是这个动作在呼，这个动作在吸。我的观点是，千万不敢这样就使自己的呼吸很不自然。怎么办呢？动作
全是呼吸，根据动作的需要自然而然的呼吸，只要气沉丹田，就是说小肚子啊，小肚子啊，咱们吸气的时候小肚子出来，呼的时候小肚子回去，这叫逆式呼吸，也叫主式呼吸，也叫气沉丹田，吸呼吸呼，只要做到这点就对了，所以这叫全式呼吸。师傅能不能教我们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很多人想在家练练站桩啊，太极桩啊什么，怎么练？站桩主要是练气，主要是练这个丹田止气。丹田两个腿可以第一步一共有七个动作，一共有七个动作，站桩的动作。练泰拳必须站桩，必须站桩。一开始呢，两个腿微微弯曲十，弯曲十分钟。两个手，男的左手按着对着自己的丹田。什么叫做丹田啊？人体三百六十一个穴位里头没有丹田这个名字，它叫气海，气海俗称丹田，俗称丹田。肚脐眼底下四指这个地方有个穴位叫做气海，这个气海就叫做丹田。左手劳宫按住丹田，女的啊右手，男的是左手，然后男的是右手盖到左手上头，女的是左手盖到右手上头，刚好相反。这个我问过中医大夫，中医大夫这个男女啊区别很大，男女区别很大。然后两个腿和肩一样宽，微微蹲下来，两眼平视前方，舌尖顶着上颚，用鼻子也行，用嘴也行，嘴微微张开也行。吸气的时候感觉到气从这儿进来，然后下到丹田里头，小肚子它就鼓出来了。吸。丹田就是气海这个穴位顶着这个劳宫，然后控制一会儿啊，继续吸，差不多了，开始呼，呼的时候他小肚子又回去了，呼，用嘴呼还是用鼻子呼？嘴和鼻子都可以，都可以，嘴微微张开一点，吸。吸，呼，这叫站桩。站桩这是第一步，也就叫做直进直出。这个气是直的，我没有让它旋转。咱们将来还要练，练的一共七种，七种都练完以后，那个气啊就在小肚子里边旋转。啊，所以现在咱们练的最基本，建议你们啊每天。最少站个十分钟站桩，每天早上或者晚上在床边也行，站个十分钟。当然如果有时间的话，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站桩的时候意念怎么想？意念就想丹田止气，这时候处于无极状态。无极状态的时候意念守丹田，这叫意守丹田。吸气吸到下边要不要憋一会儿啊？不要憋气，它在不停的吸，但是就是气已经达到顶点了，还在不停的吸，不要憋。吸不动了，这时候慢慢开始呼。一般来说练泰拳千万不要憋气。比如说咱们将来要用力的时候，走的时候用力一般是很容易憋气，把气憋住，不要憋，出气。用力的时候，一般来说顺其自然。我刚才说了啊，气呼吸是顺其自然，但是一般来说用力的时候都是呼气，都是呼气，它会自然而然呼气。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和他的团队带来的精彩的讲座哦，我相信大家都很受益。那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了。
刚才有很多朋友问怎么能够参加我们的群，大学斗争的中心继续跟我们一起学习，或者想看回放啊，都非常简单啊。我们为此特别成立了太和那个养生俱乐部，我们会定期呢把我们的所有的课程的回放都放到群里，并且主持大家长时间的那个练习啊。我们也因此成立了一个兴趣小组，每周六都会组织大家一起来练习啊。那个王一丽老师，太极那个八段锦的王一丽老师也会驻场，那个杜云峰老师我们也会跟他那个商量，那我们在以后的将来的这个练习时间里，就在我们养生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发放材料啊，或者组织大家学习哦。如果没有加入微信的，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我已经放到那个 chat 里面了啊。如果已经加入微信进群的，就请关注群里的通知。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那下周六同样时间2点钟，大家网上见，继续跟杜云峰老师和他的团队继续学习那个太极拳。好，谢谢大家，下周见。谢谢杜老师，谢谢大家。哎，请问啊，我要参加这个俱乐部，他们叫我把名字上面加一个多伦多，怎么加呀？我也加不来嘛。哦，那是那个，就是您的那个用户名，入群的时候不用啊，只是说我们那个每次参加讲座的时候，最好是在用户名上那个加一下自己的名字，便于我们统计。没关系的，下次讲座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可以讲一下，就是在这个 Zoom 里面找到你的名字，然后改一下名字哦，或者是说您刚那。怎么我以为加不来他们我这个推荐我的这个是巧什么那个他给我讲他叫请你们工作人员帮我加。哦，没关系，下次我跟您加，没关系的。你知道我叫什么吗？刚才您再说一下您叫什么，在群里叫什么？我在群里叫叶锦平。哦，叶锦平，好的好的。有吗？加了群了吗？因为我开始打不进，我这一个朋友帮我，他说我帮你报名了，还是说你听的时候叫我请他们工作人员帮我加什么多伦多叶锦平，所以我加不来啊。没关系，下周我在上线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我再帮您加吧，现在已经讲座已经结束了。好的。那么我加群了没有呢？我不知道您加群了没有啊？您知道怎么加群呢？王云师姐是我帮她加的，待会儿我拉她入群好了。哦，好的好的，谢谢，好的，谢谢。啊，那您不用担心，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你加入群里面，好吧？好，那个讲座就到此结束了，大家下周见。好。